自由副刊荣获2017年布策国际文学奖的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描述退伍老兵多瓦莱赫成为一名喜剧演员，57岁生日在以色列小城内坦雅酒吧进行一场单人的喜剧表演，邀请就是同时也是退休法官的拉扎尔前来观赏表演。多瓦莱赫出此插科打诨、激昂亢奋的演出，挑衅与低俗的笑点间或交杂，引人入胜之际，逐渐转向他个人回忆，避免遭受霸凌而倒立走路以脱困，逃过纳粹大屠杀的母亲却躲不了灾后的精神折磨，而台下的拉扎尔也因为台上的演出被拉回与多瓦莱赫共处军营的一周间，两相辅照，更烫印出国族的历史伤口。大卫·格罗斯曼 David Grossman 1954走笔精妙，在现今与回忆、严肃与笑料、希望与失望、旁观与宏观之间切换，他深谙沉痛的故事要以幽默的话语述说，举重若轻展现出的黑色幽默在心底凿下深刻斧痕。大卫·格罗斯曼翻摄自 http://exumkita.com Israeli author David Grossman wins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Now Prize.